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要来教大家，如果遇到改装车，有没有上下斜坡会刮到底盘？但是你不要渡过。为什么会刮到底盘？因为改装之后，像我们降避震器好了，你有降，我有降、嗯、比如说阿呆也有降，对，很多人都有降。降的车身是不是比较低？好像正常的车，你看离地降几公分，好十几公分、二十公分都有。啊，一般我们的轿车本来就比较低的，低底盘，我们要把它降下去，所以去磨到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教大家如何上下斜坡。好啊，因为这个车太高了，我等下把这个加长，好加长了，加长，加低才对，不是加长。自己加下巴这样，对，我们加强算低一点啦，一般通常不会改到那么低啦。如果改到像刚刚讲的，比如说这五公分这样，车子都是气压避震，要有没有？哇，可以升降啊！可是我们今天不管，我们就挑战低一点，我们等下把它连起来，连一下就左右连就好了。好，因为我们要开出去，不要连太多，等下被拦下来。只要注意前面嘛，那侧裙怎么办？要稍微斜斜的。这样讲的，等一下我们就直接拍影片给你们看好了。通常这个是车道，车道是比较宽嘛。假设这个是斜坡，一般我们通常都会这样斜的，这样第一先斜进来，再上去之后再转正，再过去啊。到这个斜坡的时候又再斜的，就是走一个八字环或 S 型都可以啊。就这样嘞，实测就有障碍了，我们等一下去试看看啦。我们先连，我先连这样，啊，等一下不够我们再加强。好了，一般这样应该是够。就是你的手机的高度。没有啊，下面有一个胶带，这样够低了吧？可是这样如果遇到那种哐隆的对话嘞，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先挑战这样。这个是这样几公分，来，大概是五点粗一点点，那就给啊，有没有？好 ，OK 哈，那我要加强一下，应该别拉皮了吧？再加强一点好。没晒晒，那你就去了。好，欸，你把它涂成白的，其实好像蛮好看的。都盖得被咖啡冷气耶。对啊。等下我会从加油站这样进来，啊，开到这个是有一个高低差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有。欸，这个高低差蛮大的。这一个就大了，可是这个是它比较斜啊，比较长一点点。这是下来。对。啊，下来跟上去有什么不一样？都一样啊。哦，到时候这样，反正就是。要扭来扭去，八字形这样走路。没中，对不对？没中。换这边。中了。中了。中了。结果中间那个路丢啊。这边啦。BNC 太软了。是 BNC 太软的关系。用刚那个水沟没有，高低差竟然漏掉，结果那个高度反正用没掉。好，我再下去，你再看一下。这个比较软，我要慢一点。靠到了，对不对？那避震器真的蛮暖的，我就是要斜的上啊！等，停停停，先生，你要不要下来看的？我的杰作，你的杰作怎么了？哎呦，杰真的很低耶，掏到了，重考了，重考了。哦，表示我还不够斜了，因为我们五公分真的是太低了。来，我再试一次，它这个可能要再斜一点。有吗？有，一点点，但是比刚好好一点，比刚好一点，对，因为它真的很低啊。我要测试一下正的给你看吗？好啊，来哦。你要走直的哦。好，我这样走直的。中，再来哦，中两下，对啊，哎，五公分真的是一般来讲是真的像我讲气压避震差那么低。好啊，你看我来，我再斜桃，尤其是这一个，应该铁的应该会更明显给你看。来哦，
哦，安全哦，这次没中了哦。这要慢一点。靠到了。哎，这干嘛？这多少干没嘞？水沟盖这一个。对，这其实有。哎，没办法，因为我现在是正的，我现在是有点比较正。嗯。我正常要再斜一点，我斜一点就是闪这一个嘛，下面这一个。现在换这一个斜坡嘛，斜坡也是一样斜的上嘛。都没中哎，对，因为单一格太近了，我变车头比较正，来不及转弯。你感觉上应该高点要扩大，高点要掐的补起来，补起来到前面都补起来。不是，不是短调，我们把它调回比较正常的高度，因为一般不会改到那么低啦。哎，啊，那现在就给嘞。这说实在，那种减震坡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是，我这量一下，会不会我现在更低了？差不多了，五公分嘞。还是一样啊，对吧？刚好五点多了，刚好掉下来，车比较重。好，我们再高一点哦。就一般会弄到多高？比如说像你的车，我的车也没有特别的低的。不然你先去量一下修理车大概多少？修理车我就爬了进去啊，你管？结果鸡飞都鸡皮啊，有没有？爬了进去啊。刚刚我们看完之后就觉得都，你看这都超高的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我们拍这边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九三这台算低了吧？这台每次开几乎都会中。哎，好了，最里面还要最少要十公分。哦。所以五公分是太低了。五公分真的太低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十公分，以这一台为主。那我们就以十公分为主哈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嗯，好，差不多了这样。哎，这个很好拍的嘞。我等一下可以用飞的下来，用飞的下。哦，差不多，十公分。哎、欸，真正给做贵啊啦，相信我啦。这么呛，哈，这么呛，真的啦，闭着眼睛就过了，这一次就可以快比较多了。来喽，这应该感觉上应该就很好过啊，很好过啊，有没有？根本没事，没事的哈。来，刚这一个每次都过不了，而且这个刚好来这里都是最正的时候，这里最危险。哎、欸，过了、啊，这样就过了，對對對，这样没有参考价值啊，没有参考价值。哎、欸，你别上那供哦，我再开一次比较快的给你看。哎、欸，没什么感觉，没有感觉啊，这很正常开啊。哎呦，会丢吗？蛮没丢，太高了，撞不到。没有，因为我速度比较慢，不然我开一次快一点会怎样？你正常一下醒着应该会丢啊。会丢吗？没丢，没丢。十公分根本就撞不到，十公分撞不到，没有啦。你要想那个还有避震压下来那个。可能你压下来，大概真的只剩五公分了。那我们再下降一点，我往前。七公分。好，十公分太高了，不行。十公分看起来还是蛮低的嘞，再移下来三公分。因为其实啊，它这个轮胎算蛮前面的，稍微的不一样。有些车轴距这个车越长，就越容易去堵啊，堵等的去堵掉。像安尼嘛，这是几点嘛？你往安尼个加，搞掉个不一样。前面的车越短。放在这里就搞这个不一样。一般通常讲的轴距是两个轮子的中间这样。欸，我都直上直下哈，你快堵掉，来喽。皮卡板的呀，中，有吗？有，中了。有吗？没有哈。好，没有，过了。一定的啊。我决定我要测一点，哦，没中，因为我这次有把它修一下，可是因为这边空间大、啊，那如果是停车场车道很窄的情况下，停车场很少会有这么多的三次的。如果你直接冲过来，啊中，上中中。这次效果100分。
照。有吗？有、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太正了。是这个长斜坡。没声音啊，这高度是 OK 的。其实这个应该都还蛮正常，只是说你如果车子太低，你还是有可能开到。可是这个弯啊，刚刚这个，如果你开太快，避震器应该都会醒着的弯，就有可能会去刷到。如果你避震器够硬，当然就不会往下沉。像这个就是类似这样，我们这样就斜的嘛，所以这种就是我刚刚开法就这样斜的就上去了，就一定不会刷到了。刚刚你有讲到一个说火电路啊，这个全就直接，假设我们今天就是不转弯直上，如果这个够低，哇，现在刚好我们车子就要撞中间的，对吧？它如果车低太低，就会去拨到中间。嗯，对。耶、yeah, ，开完了，反正就很简单嘛。你看哦，其实这样算起来真的还蛮低的，大概就是三指半到四指这样而已，不到四指，因为我刚刚走不正，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6.57公分这样而已。一般的轿车你随便看一下都蛮高的。我们很简单嘛，假设是一个斜坡，这个是车道嘛，就刚这样进来，就是看左边右边这样斜过来，斜过来之后正啊，看哪一边左转或右转，就是这样。速度当然是不能太快，有的避震器有改，它比较硬，就不会撞到窟窿。请这下一看那个一样的陷阱的话，陷阱料本来是没有挖到，你一沉下去就撸掉。其实像摩修星撸掉也是稍微轻微下面一点点而已。一般的车下面会拖出一个像塑胶的，有没有？还是挡泥的？啊，那个跟保感是一样，是消耗品。对，假设你速度比较快，可能就是挂到那一个。像是比较贵的车，你去敲掉啊，东西不干嘛。所以大概就教大家怎么去开这种上下斜坡啊。其实这个应该蛮多人都知道了，可是就是有些人还不知道，但是知道一下。你知道阿呆下那个斜坡之前他不敢下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那时候我开，我说不会啊，我开就不会。这个就不一样的开法嘛，就是去。后来他现在开快了，他会了，咻就过了。其实就是稍微练习一下，大家都会了。好，希望帮助到大家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也会分享更多的影片。好，拜拜。斜的。斜的下，就顺顺的再转弯。你这个刚，因为这一个是比较平那个水沟，这个、你就觉得有没有轮胎高掉啊？高掉就扑给你，那扑给你就可以打正，就是上去。反正就是速度要放慢。对啊，放慢，然后下来有没有？先下来有没有？已经一边斜的。那边斜的，那边就可以下来了，往下来啊！因为这里，如果这样你直走又太直，所以一样继续转，继续转。哎呀，我们这边刚好有三层，刚刚已经下了第一层，这是第二层，对吧？那样上来了，哇！只要上来就可以上来了，没丢啊！哇！哎呦呦呦呦，刷刷刷！对啊，所以结论就是要打方向盘。对。然后速度要慢，速度要慢一点。那我们来下来看看会不会被我撞掉了。啊，翻出来了！哎呀，哇，被我撞到翻出来了。其实往前刮到保险杆就是这样，猫一下就喷出来。你往后勾有没有？有可能把保险杆整个拉出来。对，因为你扯嘛，所以就跑出来了。我们注意宽度跟车身宽。有啊。Ultra Dash S 三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老板，你的保险杆坏掉了。如果是真的改到这样，有没有下来？刚刚这一个面有没有都露掉啊？然后唰刮到了，搞不好整个保杆就被扯下来。保险杆是软的啦，可能会这样扯一下，这样露掉，然后就露轨，然后就跳回来。